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终于到了。嗯，你好。朱珊珊博士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呢？这，谁知道普利斯在想什么呢？快躲起来！阿武。哎呀！我想回家。虽然主要部件都被压坏了，还好记忆核心还有反应。回收，回收，更新，补货，改造。回收，更新，补货，改造，是指克隆像吗？管这些干嘛？保命最重要，赶紧撤！不行啊，星盟的人肯定又在搞什么阴谋，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嗯，朱珊珊博士，你在这里照看小象，我们再去侦查一下。凭什么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都听你的。连克隆像都被奴役了，这些星盟的人越来越过分了，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救他们才行。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，正面冲突胜算为零。我也冷静一点啊。猪猪侠，快点想办法。等等，朱珊珊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办法没没啊？有有办法，有有声东击西的办法，吸引星盟守卫的注意力，趁机溜到围栏，救出克隆象群。至于谁去吸引星盟守卫的注意嘛？这倒是个好计划。不过我们都出动了，你呢？当然是照看他了。这可比当诱饵救克隆象更危险，还不是庆祝的时候。大家准备一下，立刻行动。猪猪侠，猪猪侠，嘘，小声点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在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要吸引星盟的注意力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是诱饵。喂，星盟的坏蛋们，我们在这儿，来呀，快来抓我们呐！快来哟，我们就在这里，来抓我们呢！来呀！怎么办？他们不理我们。有了，跟上节奏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左也呀右，错了，你撞到我了，是你走太慢了。这两个笨蛋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快停下！紧急播报！紧急播报！发现一只逃跑的克隆象。不
是说好了我们才是诱饵吗？我们错怪朱珊珊了，她一定是怕我们有危险。站住！别跑！捉住他！站住！喂，我们才是诱饵啊！我们去帮忙吧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我们才是诱饵，这边呐，这边呐。我们上。嘘，快点，周周侠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是。哎呀，别跑了，喂，我们在这边。你跑得太快了，居然对稀有品种全力捕获。猪猪侠，你跑太慢了。目标方向变异，各单位注意。站住！目标已摧毁，未捕获成功，收队。玲珑，快点啊，来不及了，马上就好。发现入侵者，剿灭。快！好了。我们可不是青盟守卫。不救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用谢。我可不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哎呀呀呀呀！
剑上。我还有大力药丸。我恨剑上。阿武，超星变身！喵！超星变身！迷糊就无法彻底解决他们，立刻派出大部队去遗忘星逮捕迷糊和猪猪侠一行人。是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勇气和力量，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